生命的去留，往往在一念之间。有人选择离开，有人选择留下。每个选择都有自己的原因。然而，对于生命，人能掌握的，或许是珍惜彼此活着的每一个瞬间。请问导演，是不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有像纪录片一样面对这样困难的选择，就是面对家人到底要不要急救？就是我一个外公，对，他大概在两年前过世，对，但是他过世之前呢的前两年啊，对，就是也是就是中风的时候，然后就是医院的那个医生啊，就问我妈说要不要救这样子。那我记得我妈有跟我说，其实他们那时候整个家族已经说好不救了，对。但是那时候医生就跟我妈说，啊，你爸爸心脏好像还很强，要不要救这样子？然后我妈就她自己很后悔，她就说她就回答说救这样子。结果救活了之后，外公当然是就是活过来了嘛，就是心跳啊这些都恢复了这样，但是他就是一直。无意识的躺在病床上，多躺了两年的时间这样。那这段期间我妈一直非常的愧疚，她就一直我记得她有一次还跟我说，啊，如果有一天她跟我外公一样的状况的时候啊，就跟我说千万不要救这样。那我觉得我那时候回答也蛮实在的，说我现在是想我也不要救，但是我其实我也很难确定说真的在那当下医生如果问我的时候我会做什么样的决定，我觉得我也没办法保证。当你真的确定你 OK， 法律可以允许你选择撤除掉这个呼吸器，然后呼吸器我把这个呼吸一关掉，那时候你是会觉得怎样？觉得哦，很多的不舍。那既然有不舍，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不想拖累别人，就走了就，对大家比较好。所以你会拍这部纪录片是吴玉珍医师的邀约，他有很多理念想推动嘛，所以主动邀约你来拍。对对对对，刚刚我们有聊到嘛，就是说他其实一直在推广就是停止无效医疗这件事情，因为他说他在那时候在加护病房里面看到太多这样子的例子，然后他一直觉得好像没有人可以帮他们讲话，所以他就出来写书啊，然后到处去演讲啊什么，但是他觉得好像没什么效果，所以他就觉得孤注一掷，他开拍纪录片好了，然后他就上网去查有什么纪录片啊，然后我们开始聊。那我对他想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还蛮，我自己蛮感动的，因为他说这个是他这辈子的算是他的心愿，他想要让这件事让更多人看到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就是他在讲这种无效医疗的，因为刚好那时候我爷爷就是我那个外公就是深陷那样的状况，我觉得其实的确很值得要被讲出来这样，所以我自己也真的去医院里面去看这些事情，但我发现，其实他是一个呈现的状态没错，但我自己发现其实有很多内在的因素不是那么的简单，就是有的人他真的是。无法承受家人离去这件事实，所以他必须要把家人留着，对。然后有些人，那就是很多很多原因，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要故意让家人受这样的痛苦，但是他其实是没办法跨过那一关，就是要面对家人死亡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一直觉得他不是一个，他不能够说他就是一个，比方说无效医疗这样的问题而已，他其实是很多很多层面。然后最后衍生出来这个问题，所以你没办法只单独解决无效医疗这件事，你要往回推，可能比方说我们自己对于去医院看病这件事情自己的心态，
然后或者是说医生看待这件事情，然后他愿意承担的这些风险跟责任，然后还有或者是说自己的家人真的不小心过世之后，然后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家人过世，然后你要怎用怎样心情去面对医生，其实他都需要很多很多的教育，然后重新让我们回到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离死别的过程这样。不过你好像讲过说在拍摄纪录片过程里面，在拍摄初期你一觉得说好像我在对方伤口上撒盐的无力感，甚至想放弃拍摄，因为就觉得太痛苦嘛，因为你觉得于事无补，然后你只是记录对方的痛苦，记录这等好不堪的情境，然后到底怎么样让你克服这样无力感？我觉得看到我们影片那个禁欲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啊，我真的是有点吓到，就是他就这样的状态，然后在病床上躺了7年，那时候7年，现在也不止，现在已经快10年了。对，那时候我就想说，我来拍摄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虽然纪录片很难说你一部纪录片就造成了可能社会一个什么样的改变，但是我总希望我记录的对象，他会因为我在记录的这个过程，他有一些不同的心理面啊，或者是他的整个人的变化，我都希望我可以做到这一块。但是我发现，我那时候看到他之后，我发现，哎，我真的这部片全部拍，整个拍完之后，我相信他还是躺在那边的。那我为什么要来拍摄他？难道我只是吴医师找我来拍他，然后他好像就是一个无效医疗的代表，所以我就来拍摄他这样子吗？这样好像我一直在掠夺他的一些生命经验，然后甚至他过去，然后他是看不到未来的的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就有一种好像不应该这样子拍下去的，是不是应该停了这样？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如果看不到希望的话，我如何就是给观众看到一些不同的感觉这样子？但后来，我觉得反而是禁欲他给了我一线生机，因为后来有一个机会好像可以救禁欲他自己的机会，这个是他自己释出的，他跟吴医师讲，他就把一个网络的连接寄给吴医师，说他看到了好像有一个医院的医生可以做这件事情。那时候我就忽然有一种其实禁欲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的绝望，他其实一直有在思考怎么样活下去的方式。那我就忽然有一种其实这个人不是完全绝望的，他自己也有在思考，也有在运作，他怎么样可以让他的生命有好好的延续下去。所以我那时候我就鼓起勇气说，好，那我可以继续把它拍完。如果这是一个转折，我不知道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但是产生怎样的结果其实不重要，到底禁欲会不会走出医院对我来说其实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原来他是有在寻找一线生机的这件事情，那我就觉得他其实是值得我继续把它拍下去的。其实我影片里面放很多很长的镜头，我那是很刻意的，这部片我做了很多很特别的实验。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就放很长的镜头，然后观众跟我说，为什么要放那么长的镜头，他觉得看了他就觉得受不了。我说对啊，我们只看了大概2-3分钟的这样的画面，但这个2-3分钟是禁欲每一天都至少要看7-8个小时这样的画面，一天又一天，然后看了7-8年这样子。那我想要让观众有点去体会到说，当你的生活只能够这样子的时候，你只能够看到这样的画面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对，所以这部片很有趣，它不是一个很单纯，就是我在讲一个故事而已。我想要给观众更多这样子的感觉。我想包括很多在安养中心啊，因为照护的关系，因为插管的关系，必须被绑起来。被绑起来，可是你是有知觉的啊，就是因为担心你去把管子拔掉嘛，所以你是有完全的知觉。可是你哪边痒了，哪边痛了，你手脚都被绑起来。3个小时、6个小时，很痒，甚至痛，褥疮很痛，可是你不能去抓，也没帮你换，甚至大小便时间没到，一天也没有帮你换，所以这些都是插管的人其实会面对的问题，所以这我想这些，我们其实很容易感同身受，因为我们只要想到自己生命中一短时间就受不了的状况，而且一个我们的老人家必须长期这样子，哇，这是，所以这也是在2019年1月份，病人自主权利法
正式实施，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哦。所以我们讲这个这样类似这样法案，大概在亚洲，大概我们是第一个嘛，就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该怎么被处理。嗯，是不是介绍？因为影片里面有出现，你可以介绍一下。我变成自主权利法，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它是一个完全以病人自己为主的。所以反而是我们像我们现在这样子，我们有意识的，它很像一个门诊。你去医院之后，然后你就跟去挂号，然后说我要做病人自主权利法这样子，然后开始就病人自己。还有家人，最好越多越好，然后有医院三方会一起开一个会，然后开始讨论病人我自己，然后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我接下来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重大伤害，比方说严重的失智啊，或是癌症末期啊，然后或者是一些严重的失能痛苦无法恢复的昏迷那种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种生命的体验，因为你很难就是有一个机会跟家人好好把死亡这件事情聊得这么的细节。他说有很多聊完之后，他们其实整个家庭都改变了，就是他们彼此的相处模式或是对话方式。然后我记得那个志工有一次跟我分享说，有一对夫妻，然后他们说要来做病人自主权利法，结果就填到了一题说，哎，你愿意接受人工喂养几个月？他就写，那先生就写六个月这样子。哇，太太马上就发火这样子，他说你还要折磨我多久？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对话，就是哎，你表面上看到可能这一对夫妻是互相恩爱啊什么什么的，但其实彼此有很多话是没有讲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病人自主权利法对我来说它可贵的地方在这里，就是你可以在我们都还很理性的时候就去把这件事情跟你的亲朋好友，然后甚至跟接下来可能会面对你的医生都把它讲清楚，那它就变成是一个有法律依据的东西，那医生就可以照着你的这样的医嘱去执行。后面这几个月我上班了，时间都在公司，所以也就没办法陪他。然后就一个礼拜，他就这样赶课单几礼拜，还要看我几点钟啊呢？不要，我觉得太痛苦了他，还是让他回去吧。哎呀，就放他走，他喝了。你之前会放不下吗？放不下不会啊，就是这样啊，因为。不管你刚刚怎么说，放他。就是不想要再强迫他留着陪我，对啊，没必要啦，他这样子太累了，哎呀，这还是我自己扛最好，然后我就可以专心去冲我的工作什么的，对啊。不行，影片另外一个主角伟伟跟他母亲，哇，我觉得伟伟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勇敢的人，我觉得他在开始要去面对就是原来他的身份是这样子的时候，他真的开始去思考说到底要不要把他接下来的人生也陪给他妈妈的。但是他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有点心酸的啦。其实不只是我刚刚说看到禁欲这样子会有点难过，其实我看到微微他慢慢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也有点难过，就是，原本好像你已经下了一个决定，就是要让妈妈走了，但是现在你又开始有一好像不管妈妈变成怎么样，你就是要让她活下来的那种感觉，我自己心里面其实也是有点，好像也有点记录不太下去的那种感觉的。所以影片从出院到安养中心到过世。其实在安养院那边没有太到琢磨，是原因是，其实，在安养院那边，他的生活实在太一致了，就是影片里面有看到有一幕，就是好像一直有人在那边拍嗝啊，然后他在跟妈妈对话说，就是很吵啊，睡不着啊。其实那一幕也只是为了要去呈现说，其实他妈妈是意识越来越清楚。哦，
然后但是越来越不舒服，因为他已经可以分辨得出来说，哦，这边好吵，那个人一直讲话，就是旁边的病友一直在讲话，他根本没办法睡觉这样子，他已经面临到就是生活上面的一些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会影响到伟伟的妈妈的睡眠这件事情。但是伟伟说，哎，他也没办法这样子，对，就是我觉得他也没办法这件事情。会让我很想要把它放在影片里面去。其实我去看了伟伟的妈妈大概两三次，那其实我讲真的，两三次你把它剪出来，其实跟看到一次是一样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改变。最后就是它还是肺部受到了一些感染这样子。但那一次伟伟就，我记得伟伟有跟我说，他其实中间也大概救了两次了，然后这是第三次，他真的觉得说还是让妈妈离开了这样子。那我那时候。我自己对我自己来说也是松了一口气。我那时候还在想说，我要不要到现场去拍摄，因为我在台北，他在彰化嘛，我要不要下去拍摄这样？那伟伟他是说，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会不会他又决定要救还是什么？但是他自己那个过程中一直很举棋不定，他到底要怎么样这样？但是后来我自己是很开心的，就是后来他决定就是让他妈妈离开。那事实上，就是我看到他最后妈妈离开了之后，哎，我看到他整个人是真的平静很多。我其实看到的是自己是还蛮开心的，就是他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实真的是哈，现在医疗科技的进步已经可以，好吧，延长死亡的过程，好，甚至让过去的善终变成必须我们主动做些努力才可以选择，哦，所以。我真的也谢谢你这部纪录片，因为让我们更多人可以一起来面对每个人的生死这些问题来做一个思考。谢谢，谢谢，谢谢。